参加了啥活动啊？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。前一段时间参加的那个嘴媒市场请柬活动，然后我现在已经证书发下来了，俺需要证书拿回来。走。这要走不着门了，你有方向？我不敢搬，白搭着屁股了。八楼上，上八号楼。那哈吗？那还有个门儿，是哪墙还是这墙？看着都像这两墙都像整。还得一直往头走了，还得一分钟的路程呢，还有100米呢。我会找的吧，说的跟我来过一样。我又不搁这办公，我也没，也不搁这干活的。正北，这北不是跟当的，这地上装坏了，上北，下南。这是北，这是南，这是东，这是西。这不是在箭头指路叫你正北的，这不看见了没有？北，是不是你看不懂导航？走吧。看懂了，你看懂了，你叫我带到这儿，你走给我们。是你那个，我是过来市场青年证书的。嗯，方伟伟。啊。看周围的啊，我给他打电话。给你打。在房间是吧？哦，是的。8几？8218。八号楼走哪上去？谁在上去了？八号楼这么长啊？你不是也不是这长吗？你八号楼走这条上？你离我近点。这位前梅哥同志，最美许昌青年，荣誉称号。哎呀，今天俺一个是最美许昌中年。哦，我忘了，这卡的这里是个白纸的，哦，这是个白纸，这是卡到这里边儿，还卡着呢，我这应该得湿的。你查吧，不是拿伞的，这个力量对着呗。回家再看，那油袋堆湿了。嗯，这是家里头。嗯。送你点的结婚证。嗯，那结婚证都真大哟。嗯，没真大。可以。好好干吧，赶紧回头再入个党，弄不好过二年再弄个副连主任看看。我是团员呢，我的戏还不是团员呀。嗯，哦，拿回去吧，打了就不行。打了就吧，走吧。压了，咱拉着你弄个庆功宴啊。这荣誉证书拿回来了，虽然说荣誉证书上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，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，这个荣誉属于俺们集体的，俺们所有人共同努力也获得了这个荣誉。获得这个荣誉称号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一路以来对俺们的支持，对俺们的理解，以后俺们会更加努力，希望大家以后也多多支持，非常感谢大家。